Hello. Welcome to the Detroit Experience. I'm an android and I'll be your hostess. Before we begin, let's make some adjustments to optimize your experience. These language settings were detected on your console. Are they correct? Please adjust your screen settings. Thank you. Now select your profile. When this sign is displayed, please do not turn off your console. You are now ready to begin Detroit. Remember, this is not just a story. This is our future. 大家好，我是熊，今天要玩的是底特律变人，然后因为前面是康纳的片段，所以因为之前玩过，所以应该很快的把它结束掉吧。因为已经看了不少人玩，也不能说看了不少，就是因为自己的体验版玩了很多结局，玩了四个吧，所以就差一个结局没有出来，所以有一种就感觉没有什么感觉。好，没关系，我们就从头开始。然后因为其实我的操作，虽然我前面预告有讲，前面的那个开头有说我预告也不在说什么啊，就是我的操作不太好，所以可能会晃来晃去，因为不太习惯它的感觉。现在就是开始收遍全部的东西，大概我全部应该都有拿到的。来，先来一下救这只鱼。其实有时候之后的那些 L 1啊，叫我观看，但是其实有时候也不知道要看什么，所以我就依我的方式，大概把这水槽看过一遍。等一下就要去找那个一个景观，不过我后来有发现上面有弹孔，就是之前在玩的时候，就是。Please, you gotta save my little girl. Wait, you're sending an android? 真的不行吗？我已经救他了。You can't do that. You. Why aren't you sending a real person? 我要找艾伦队长。吧。其实都已经熟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我就想说，到底要不要说话？因为其实就已经没有当下玩的感觉，就是想要赶快把这一步把它弄出来的。Captain Allen, my name is Connor. I'm the android sent by CyberLife. 我的警察一开始都不理我，生气，他不理我。We could easily get it, but they're on the edge of the balcony. If it falls, she falls. 我之前有选这四个其他的选项，不过后来好像发现最后都是没有成功。他都会跟你说很重要嘛，然后。I haven't got a clue. Does it matter? I need information to determine the best approach. Have you tried its deactivation? 我这次的两个选项是选我之前没有选过的。Listen.Saving that kid is all that matters. So either you deal with this fucking android now, or I'll take care of it. 不是，我发现这四个选项最后导致的结果好像都是一样，就是说服，就是跟警官讲过这样。然后后来我发现这跟体验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在搜寻的时候多了那几条，有一条线。就是以前我在找的时候都是漫无目的的在找。我后来发现它好像多了一条线这样，然后之后就找很方便。不过我现在因为很久没有玩了，所以过几就是之后才再去玩，就是之后玩的，所以操作上可能又有点忘记怎么操作。反正就这样吧，不然切。
千鸟的应该会比较顺。我就是有一种卡感。可是我虽然这样卡，但是该拿的东西我都拿。对，就是第一个先看这个枪，然后我就稍微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漏的。后来我发现他会抽我手，之前我在玩的时候他好像没有戳，反正就是后来发现，可能我之前没有看透。然后接下来就去浴室，不是卧室，不是浴室，然后就是看他们的影片，然后可以得知那个仿生人的名字。然后这些都好像都不能跳，就如果想要快速过通过这个地方的话，好像也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把它讲，等它讲完之类的。然后这第二代就是这里的那个耳机，然后接下来我有去看一下，虽然它里面都没有东西，就是右边这个地方的浴室。我觉得他让我查看，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办法看什么，就有点可惜。然后我后来就前往客厅，然后去检查爸爸的尸体。然后因为有点卡，所以来检查爸爸的尸体。哇，这之前真的找那个位置难找，不过现在因为有那个。比较方便，就是不会很久，就很快就可以找到东西，这样很棒，我觉得、啊。还是不然就是我忘记是不是这样，我印象中之前没有这个戏。然后接下来就等重建啦。这是原本爸爸坐在那个位置上看他的东西，然后后来被那个仿生人攻击，然后我们要去检查他的 iPad 里面有什么，应该是 iPad 吧，不知道。然后是他要买新的仿生的，所以 Daniel 觉得自己要被取代了。然后我一直以为 Daniel 是 AP600，就还不是。然后右边那个地方有个大斧，可以体验版去砍。然后后来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做法。然后现在躲到这边拿那个钢牌鞋子。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只是结个成就啦，就好像也没有特别什么，然后再走去看他的那个鞋。他是 PL600， 我以为他是 AP600， 哦，这是我记错了。然后接下来再看那个警察。我觉得就是仿生人可以用扫描的方式可以得知这个人的资讯，我觉得很厉害。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扫的，但是不知道他怎么在他的脑中建立一个资料，让他知道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都不摸不那个，怎么会知道啊？很神奇，你不觉得吗？就像那个什么之前那个，就是有那个大家知道那个吗？七龙珠，然后不是那个他们都会带一个什么战斗达尔，那时候不是有个什么战斗指数，来看这个人的那个强不强，然后来判断，那个也很神奇，就是扫描那个人之后我就可以知道他战斗指数。可是那时候悟空很强，那时候悟空被扫出来的指数没有很高，就是他后来激发的那个强。然后接下来是手枪，上面后来发现上面有血迹，在体验版都好像没有看到。然后他说仿生人不能拿枪，我管他的，我就拿啊保卫自己。然后这个杂志我以为可以看，然后后来好像读不下，然后就没了。
然后再来是这里有一个电视可以看。他就开始介绍一下这个仿生人在绑架的小女孩。重复后我就把它关掉，然后接下来这里就把它关起来。再来就是在那个。他在那个靠近窗帘那个警察旁边会有一个可以看外面的地方，是看那个嫌犯跟小女孩在那。然后接下来我就出去了，我不知道他有漏掉什么，反正我后来就走出去了。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Don't come any closer or I'll jump。发现那个康纳的那个伤口很明显，我以前都没有看到，之前没有很。Hi Daniel, my name is Connor. How do you know my name? 之前没有很注意到那个伤口伤疤。I've come to get you out of this. 然后我想要靠近他，因为我记得有个选项是我可以很靠近他的，所以我就尽量往前。然后左边有警察，我想救他，因为之前我体验版都没有救，我就想救他。我现在稍微跟他对话一下。I'm not going to hurt you. 那如果东西挡到他前面，他会把腿打开。I don't want to talk. It's too late for that. 大家都玩差不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Are you armed? 看见他。No. 没有。I don't have a gun. 带枪。You're lying. I know you have a gun. I'm telling you the truth, Daniel. I came here unarmed.They were going to replace you, and you became upset. That's what happened, right? I thought I was part of the family. I thought I mattered. But I was just their toy. Something to throw away when you're done with. I know you and Emma were very close. You think she betrayed you, but she's done nothing wrong. She lied to me!I thought she loved me, but I was wrong. She's just like all the other humans. Daniel, no. He's losing blood. If we don't get him to a hospital, he's going to die. All humans die eventually. What does it matter if this one dies now? I'm going to apply a tourniquet. Don't touch him.Touch him and I kill you. 之前是选听从，因为 you can't kill me. 因为我怕他打我，然后这次选孤立，然后他就用领带救他，我觉得蛮帅的，因为他的红色成功率就下降，然后他就没有领带了，酷，然后他这上面就多了一个舆论冷战。Listen. 这一个我不知道他到底会干嘛，我就 these emotions you're feeling are just errors in your software. No.It's not my fault. I never wanted this. I love them, you know? But I was nothing to them. Just a slave to be ordered around. 其实都很想要把丹尼尔救起来，可是让我们救他。I can't stand that noise anymore. Tell that helicopter to get out of here.剧情很紧凑啦，有时候就会讲说，到底要不要说剧情？可能是因为已经看了玩了很多遍的声音，就想要赶快把它播掉。You have to trust me, Daniel. Let the hostage go, and I promise you,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那个康纳的片。I want everyone to leave. And I want a car. When I'm outside the city, I'll let her go.后来这里我发现可以使用枪支，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我使用枪支会不会把他打死掉。That's impossible, Daniel. Let the girl go, and I promise you won't be hurt. I don't want to die. 所以我就是以一个保守的。You're not going to die. We're just going to talk. Nothing will happen to you. You have my word. 那我应该要
开。Okay. I trust you. 哦，好喜欢他这个 I trust you， 但是最后我真的觉得为什么狙击枪要把它射掉啊？他都已经受到控制，然后还把它射，觉得很不满。然后最后他就说：“说你骗了他。”我觉得这很难过。我没有想骗他。You lied to me, Connor. 然后他旁边右上角一直软底部，然后扛到最后一直丢。我很喜欢他帅气的完成任务，非常帅。警察是想要跟我说什么？说我怎么这么冷血？之前还不是说冷酷？我不知道之后有没有看。接下来就是速霸图时间。我就选到一个其中一个点，那大部分该拿的都拿了啦，对吧、啊？有些特别就是你走另外一个选项，所以，就是我觉得该拿都有拿到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一个还蛮喜欢我选的结局，只是我只希望不知道有没有丹尼尔不死的选项啊，真的很纠结这个地方。嗯，啊，然后我救了那个警察，还有一个黄色开锁，感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锁嘿。然后。就是其他支线应该就是你走其他结局才会发生的事情了，对吧、啊？然后我发现那个旧警察就15%，好少人哦。啊，我后来我问千鸟到底有没有找到那个警察，跟我刷完3篇都找不到，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讲。好啦，这一 part 就结束到这，希望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去按个喜欢，然后订阅千鸟熊频道，然后下次再见，拜拜。